们昨天晚上玩的比较嗨，然后特别兴奋，所以说那个没怎么睡觉，但是呢那个就玩了一整夜，就匆匆忙忙赶到现在，马上去赶十一点的飞机。哎，大家跟着我镜头看一下，我这边看到两个申花球迷，穿着申花球迷的球迷过来了，估计他们应该也是这个旅行团的，我过去问一下他们好吗？谢谢。哎，先生，你也是报这个团的是吗？好吧，也是这个团队吧，是重庆远征。啊，对，我也是的，我们在这边等。谢谢。你在拍东西？我现在呢，基本上来了一些很多申花球迷，然后他们基本上人，在贺孝慈这边，金龙里边。哎，对。然后基本上人来的三三两两都过来了，然后那个还有一批人在外面，估计待会儿也会过来了。然后那个据说今天去重庆的人很多。那个我们现在已经上了大巴了，今天要开到那个酒店里面去，我的小伙伴们都到齐了，现在要开到酒店里去。耶、yeah! 那个什么天津泰达刚刚进球了，妈的现在1-0领先这个江苏苏宁。哇，刚刚妈的进球的时候，我感觉整栋楼都在颤抖，应该是住了很多申花球迷在这里。错，天津加油，继续这样子，争取今晚把江苏给干掉。耶、yeah! 现在菜已经上了啊，我们准备开始吃烧烤了。生死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我是冠军，我是冠军。